今晚相遇这里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要保密。悄悄地来到隐秘之地，接下来做什么事情？月光在回忆，说到遥远，夜无边的爱情里，来到了这里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在这里燃烧年华。向你靠近，交错的情，你我的生死，此生相回忆，夜空中电影。嘉爱，为什么你是姐姐啊？因为我长得比你高啊。可是我明明比你大啊。可是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的妹妹啊。那你爱我吗？快来到姐姐的怀抱里面吧。向你靠近，交错的情。